爸以前就很讨厌我们玩游戏，就是说你们好好读书。但是呢，像我儿子现在也是国中生嘛，就很喜欢玩那种手游啊。我爸就听想说，孙子到底在玩什么？就我儿子就很热情的跟他介绍，然后介绍完之后，还帮我爸手机也下载了那个游戏。那我儿子呢，为什么要下载呢？他可以玩，他可以玩，他可以跟阿公组队之外，他就洗脑阿公，他说装备，我跟你讲，那个装备超级帅，买了这个可以送我吗？阿公对，要氪金，游戏要氪金，这种都是妈妈不会给他用的。然后他就洗脑阿公，阿公就很开心，跟他一起组队一起玩，然后假日还会打电话约，来，我们快一起来组队，现在玩游戏什么的，就非常的开心，都这样。对儿子，对儿子跟对孙子完全是完全不一样。因为这样，我在常常在想这个事情啊，就是说，因为我们生了小孩之后，然后当然我们的想法也会改变，就更能体谅长辈的想法。对，你会这样，因为这样子跟长辈的感情有变更好吗？会，还是会，对，而且会觉得好像看到爸妈的另外一面，真的，对。你以前都不太会去跟我爸或跟我妈讲我爱你这种，这不会在我们家发生。对，现在可是后来生完小孩之后就会啊，就会亲脸颊会干嘛，就是好棒，互动是不一样，真的不一样。你们家是？处于会互相说我们家以前是非常的，就是根本不可能连稍微有点拥抱或什么，非常非常少。一直到我弟生了小孩，就是他的孙子嘛，哇，整个就是完全不一样。我还跟我妈讲说，你怎么以前都没有这样对我、啊？然后别人说，哎，怎么样，千错万错都不是孙子的错，哎，就是你的错就对了，或者就是地板的错，或者是桌角的错，就是永远都不是孙子的错。然后我说，那以前你都是拿那个什么衣架那边狂揍我什么的，那为什么现在对孙子不是？没有，他还那么小。然后我爸就是有了孙子，就是什么都以孙子为主，然后我们就是要怎么样怎么样。然后我就觉得。有这个孙子真的是拉近我们家人的感情，是非常非常欢乐的，真的会。那我爱你的，你们的主语要怎么讲 ？Vlog mi su， Vlog mi su， 或者少燕秘书。这两个差别是什么？一个是喜欢你。哦，一个是我爱你。少燕秘书，我跟你讲，我后来泰雅族以前没有这种，是这种，我们就是几乎来讲没有爱你的。啊，真的、哦！只有泰雅族，只有关心你，还有一个叫分享。对。可是如果泰雅族在追女朋友的时候，不会说我喜欢你，我爱你。会唱歌啊。早期像我这个年代之前，我们以前要追女孩子的时候，一定是吹口簧。哦。口簧，然后口簧里面顺便讲说我爱你。这个时候就会出现。好酷哦。没想到是个浪漫的人哦，我老爷，好慌哦。我觉得那个长辈对小孩，就是对孙子跟对我们真的差很多。以前连个蛋糕都没有，然后现在我爸为了孙子去学萨克斯风，哎，哇，他就说厉害，生日的时候要吹，就超级极端。而且你知道萨克斯风有多吵吗？他刚开始练习，这逼不出来，扒不出来的时候，你知道有多吵吗？然后就是他为了要练习那个生日快乐歌啊，被我们家邻居客诉了不知道几百次。而且萨克斯风很难学。我那时候在学的时候，是一开始是会刮到整个嘴巴都是血，所以他每天都在练啊，然后每天被邻居客诉啊，然后邻居后来受不了，就还拿那个扫把什么敲我们家的那个天花板，顶你们家天花板。对啊，然后后来我爸就只能躲在更衣室密闭的角落。所以你有拍他？有，我还有录影，是成品，是成品啊，就练习的成品，有吹出来了。经过千万次投诉之后，对他最后怎么练成功？在车上练，哇，因为车上听不到。对 ，OK。然后有影片可以看，然后他只敢躲在角落，干嘛躲角落啊？对，他只敢躲在角落，因为那时候刚学会，他不敢躲在角落。为什么在角落啊？阴森的。为什么他躲在角落？因为那时候他刚学会，他怕吹不好，但他现在已经站到主位去了。哇！不是小时候怎么会有一个那么阴森的？躲在角落，然后这就算了。我们有一次在家里在吃那个好事多买回来的寿司，然后突然他的孙女就说：“啊，都没有这样一直转一直转。”他阿公立刻去那个游戏室里面把他的玩具火车轨道拿出来，就真的煮了一个旋转寿司。有影片吗？有，这有影片。怎么感觉很好玩？其实好羡慕哎！你看，哇，羡慕啊！轨道上一个，做一个旋转寿司，太
好玩了吧？好好玩哦，真的耶，好可爱哦！我想说以前那个寿司都没有哎。哎，我觉得真的差别待遇。对啊，以前要是你的话说假崩了假崩了宣传价，真的玩什么玩假卖家？对啊，就连旋转说他都做得出来。我想说你到底是哪里学来的？好可爱。然后我妈更夸张，因为她除了就是刚开始拍美食，她后来也是跟那个爱宝的外婆一样去学摄影，但她自学。然后因为她就说，因为她要在 Facebook 上面打卡，然后要很多个赞。所以他就在经营呢，他在经营，他有在 care 战术，哇，他拍的超厉害的，很漂亮哎。我们要站在前面，他都会说像像，然后就只要拍风景，哇塞，还有景深，就很会拍，会拍，对啊，还会误后面耶。他就是看有几个赞，然后我们没有按赞，他就会生气说，哎，你们怎么还没按赞？点名被点名，没有关系。我觉得很会拍耶，很专业，就是变宝宝写真了，很专业。但是会不会哪一天就是说？哎，生日派对请专业摄影师来，妈妈又生气了。为什么不是让我拍？肯定是我。其实我觉得这样跟年轻人有话聊哦，有一些语言，不要说真的长辈，有时候年轻人现在讲什么我们都听不太懂。真的。对啊，所以我们今天也要来考一考喽，流行语录到底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大家看一下吴老师有没有听过这一些喽？哦，第一个流行用语字典。是在 hello， 你猜是什么意思？ 我猜不到，猜不到，是在 hello 来学习啦，来学习。哎，真的，它是美式用法 hello excuse me 表示你想做什么的意思。其实美国人很常在讲话的时候，他就会等于就是一个很夸张的表达，他们就说 hello， 你怎么会不知道这个事情呢？ hello。你有事吗？我们是讲 excuse me， 是我们到国外去表演的时候，是 excuse me 啊，我们上厕所 excuse me 啊，啵啵啵啵这样，啵啵啵啵是什么？表示我要上厕所。哦哦哦，下蛋了。啵啵啵啵，那天肚子应该很痛。有一次我爸他去，他跟人家要借过，他要说 excuse me， 他说 espresso。他就觉得差不多那个有在点咖啡，对不对？一开头就对了。好，这个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不要旋转我，不知道，转我，不要旋转。这个不要旋转我，应该也旋转我，不要旋转我。问他好了，你知道吗？不要糊弄我的意思吧？对，我也这么想，字面上应该是这样。答案就是形容说话出尔反尔、兜圈子、糊弄他人。对，旋转我。答对，答对，好，答对了。下面一题。史密斯是什么？我都不知道哎。什么？史密斯？猜一下喽，猜一下。要出任务了吗？对，不可能的意思吗？史密斯是不是就是什么意思？哎，史密斯哦，对，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有可能哎，真的耶！什么意思？史密斯。也符合现在年轻人讲话都黏在一起啊，真的耶！小生你好年轻哦。O S S O O O S S O， 我只知道 S O S。O S S O 就是，好像就是这样子。不是，是哦，是哦，是哦，哦是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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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对？好像是哦，是哦，哦是。不是用猜的，怎么办？现在怎么？我们不知道，没听过，来这里才知道。我们是来学习。哦，是哦，史密斯是在 hello。